谢谢你信任我，只要他能醒过来。如果他没醒过来的话，我还能去看他吗？当然可以啦，谢谢，徐然。 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介入你们的感情的。其实咱们两个人都一样，就算他醒着的时候不愿意多看我一眼，多跟我说一句话，可我还是见不得他醒来就这么疼着呢。他就拜托你了。 一定要让他醒过来，我会的。谢谢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。我不需要，只要他能醒过来，就算再也见不到别的什么。 他一定会醒。你真这么觉得？ 飞机已经起飞了。Hello, Miss Lee. Hi. Доктор Хаус сказал, что мистер Ли в порядке. What else can we do now? Вы сделали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, не переживайте. Okay, thank you. House 医生是怎么说的呀？哦，他现在挺好的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你爸爸最近都不在英国吗？他在荷兰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果儿啊，之前跟你爸爸那里有份合同，你爸爸一直没确认。你也知道，现在这个欧洲经济它也不景气，叔叔这里的公司啊也很麻烦，所以我就想，果儿你能不能？ 果儿，徐然，你看得见我吗？
炫，来，我给你看看，看林远，林远。哦，对了，我跟 House 医生也沟通过了，他术后恢复的特别成功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把手机固定在这儿，你跟他聊聊天。谢谢你，果儿。醒过来，林远，你知道吗？你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？这段时光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了。被林万老师夸了，他说我画画有进步。林远，你怎么躺着还这么好看？爸妈这两天回来的也都挺早的，做了很多我喜欢吃的。我想和你聊聊天，看星星的。果儿啊，叔叔，哎，今天联系上了，谢谢你啊。还有件事情，叔叔我，叔叔，啊，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有关心过林远的身体状况吗？啊，哎呀，小安这不是有你照顾吗？叔叔放心。其实您不用这样的。什么？叔叔，您的世界里是不是只有您自己啊？林远安的身体我一定会照顾好，答应过徐冉的事情我也一定会做到。至于生意方面，我们家能帮的也会帮，但是我们的能力也有限，我的意思您明白吧？好，果儿啊，叔叔还有些事情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哪里啊？林远，你醒了。我是谁？你失忆了。你是谁？我。
我。她是你的女朋友。你终于醒了，我的儿子。欢迎回来。曾经有一个小男生，为了哄一个爱哭的小女孩开心，每天坐在天台的同一个位置给这个小女孩弹琴。原来小男生一直喜欢这小女孩，而他们的故事其实很早以前就从天台开始。爸爸，您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想给你讲讲我的画。我每一幅画呢都有它的主题，每个主题都对我有特别大的意义。你有空我给您讲讲，详细的讲一下。我是不想和你浪费时间，你这画呀没有任何升值空间，不值钱，也没有任何收藏价值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早点改行吧。三年了，我一直在坚持两件事，一件是我的梦想，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坚持下去，另一件就是找你，但我不会放弃。怎么突然想着来学校了？李老师，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来了。到底怎么了？跟老师说实话，是不是画廊的事儿？我的画又被拒绝了。嗯，我也在考虑，我可能不适合这个行业。你才刚毕业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新人画家本来就很难。徐然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师在大学的时候说过你在绘画上没有什么天分，但是你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坚持。天分固然重要，但是坚持更重要。李老师，其实我也只剩坚持了。你知道吗，徐然，一生只为自己活的人非常稀缺，这一点老师非常羡慕你。加油！谢谢你，李老师。这块再弹快一点。哎，感觉真不一样啊，像回到大学的时候。季师哥。没想到你竟然留校了。嗨，我
的天赋又不如你和林雨安，留下挺好的。嗯，是挺好的。你还没有找到林雨安？还没有，找了很多地方了，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。师哥，你有李果儿的消息吗？没有，我也找了很多地方。后来我去了他们家，他们邻居说他们一家都搬到国外了，消失了一样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徐然。哎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聊半天了，你来呢？我马上去啊，等等我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约了魏涵他们吃晚饭来着。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聊吧。好，拜拜啊。经常来学校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师姐，徐然，来。啊，来坐坐坐。哎，天这么冷，你怎么坐里面啊？这还怀着孕呢。习惯了，坐里面总感觉少了点感觉。哎，你说。这地方可一点儿也没变啊。对啊，一点都没变。你老公呢？他跟白天加班呢，说一会儿就到。来吃肉。之前吃饭呀，他们俩总是最积极的那个。现在我们俩都到了，他们俩连个人影都没看。都忙，哪像我啊，无业游民。你可不能这么说呀，你现在是我们的大宝贝。只有你还从事高尚的艺术。来，为了梦想，为了梦想。师姐，我在想，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行业？我今天又被画廊老板给拒绝了。你不能这样想，现在我们就剩你一个人了，你一定要带着我们的梦想走下去。挺住啊！来一颗一个，来。我今天去学校见李曼老师了。李莫愁现在也是已经变成老太婆了。她一点都没变。当年我毕业的时候她就是这样，现在你都毕业了她还是这样。哎，我都觉得我要老了。你这当妈的怎么还在意这个啊？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。那你今年春节的时候你还要去国外吗？去啊，还找啊？都三年了，再找找吧。不是我说，这李果儿也太过分了。你说你要霸占男人，你好歹说明啊，不至于玩消失吗？没事儿，只要人在就好。对不起啊，徐然。真没事儿，你看啊，我去找他，我找到他的话，他没醒，李果儿不要他，那我可要接手的。他醒了，我可要问问他是不是把我给忘了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如果他把我忘了的话，就算了。哎呀，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。我问他们俩到哪了？啊？老板，我这边已经结束了，马上就过来，很快啊。陆尚云。你过来一下。哦。老婆，我这边还得晚一点才能过去，老板要叫我。你看吧，这就是我们俩的日常。他天天就是加班，加班，加班。多好，这才是打工人的日常。那我来问问另一个打工人在干嘛呢？我现在堵在路上了，一会儿我立刻绝对马上到，好不好？
雨衣吗？就在外面铺纸扎。平平红压旗。哟，陆少宇来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这话你跟小冉说吧。旭然，实在抱歉，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。没事儿啊，孕妇不能熬夜。你们两个快回去吧。回去。那你给旭然搭辆车啊？哎，好嘞。我自己叫了，没事儿就。你快回去吧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那你到家给我说一声啊。啊。走，媳妇。三年了，你倒是跑哪儿去了？林渊，我是不是不适合画画？我今天又被花兰拒绝了，要不算了。你想放弃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徐冉是谁？我就是呢。你不会放弃的，这才是我认识的许愿。你是不是头又痛了？先生，李欣彤小姐，手续已经办好，这是你们的房卡。嗯，谢谢，不客气。走吧。林渊，你在哪儿？林渊，林渊！魏然，那喝点牛奶。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还跟以前一样吗？没事儿，就是个梦，醒了就好了。嗯，那你先好好休息啊。音乐会的主办方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明天约我们一块儿吃个饭。明天几点啊？
没事儿，你睡醒了再说。那，那个，我先回房间睡了。好。嗯。这个月的收益要比上个月要低20%。小莫总，小莫总，小莫总，方小莫，爸，你如果不想好好开会，就滚出去。好的。接着开会，接着开会。范远航，我到了，你人呢？范远航，什么事儿？怎么来这么隆重的餐厅？哎，送你了。送我？嗯。这母亲节还没到，你送我花干嘛？在里面是吧？你们进去吧。怎么了？头又痛了吗？没事。前一天不是好好的吗？要不然我们过几天去医院再查查。不用了吧？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。林轩身体不好？啊，没有，他可能时差没倒过来。是我照顾不周啊，应该先让两位多休息才对。没有的事，是我跟王助理说我们俩饿了。你们真是恩爱。我先适配一下，去下洗手间。好的。欢迎光临。那阿文，吃个饭搞这么隆重干嘛？喜欢啊？我不喜欢花。你不喜欢花？嗯。那你喜欢什么？喜欢我吗？切，神经病。我很认真的。哎，我去个洗手间啊。哎，你好，有啥能帮您的？哎，请问洗手间在哪？啊，这边。啊，谢谢啊。
感觉你突如其来降临一个。